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来，你们两个坦克过来。你们拉好啊，我就不要光住。躲！什么情况？我操！骑手丢个地狱火，然后卡30秒。啊，近战打方块，远程打绿三角。躲躲躲躲躲躲！哎呦，你们近战那边怎么比较慢呢？躲！我看见有人硬刚了，是吧？肯定啊，刚死他，一伤了，赶紧搞死他，受到伤害提高50%。你们有办法独挑之剑把他弄死吗？应该可以。那就不打小怪了，臭 boss。